徐伟宁，哎，这个透露出情报，这个，你知道，其实我不想访问你了。所以潘妮，你不是你们觉得很过瘾？你上次看完电影之后，你就直接跟我讲，天哪，可以跟他对戏也太爽了吧！我说你可以跟邱泽的舌吻也太爽了吧？几位男生跟你说要刚分手，你会 A 立刻抱住他，B 先脱他的裤子，然后接下来的脱裤子，<笑>这有什么好笑？我两个都想。对吗？